So, develop a new market through our weight management products. Support to increase the membership recruitment and expand your business and organization network. And tonight, we are honored to invite our top coach, since the Xi ad adopted star of sd 2 weight management as a strategy and her business expanding with the excellent result. With the leverage of the start of SD2 Weight Management Challenge, she has developed many of her team members to be a top coach. As a result, she has ranked up from 2-star to 4-star Emerald Executive in the short period. We SD2 M.E.Q. 自从他采用了 S.D. 瘦身管理之星作为挑战以来，他的业绩不断扩大，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在这瘦身挑战的支持下，他已发展成为了顶级教练。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从二星总监晋升为四星总监。 Let's put our hand together. Welcome our top coach, Miss Amy. Hello，大家晚上好。谢谢 Oliver，呃，也谢谢公司今天晚上的邀请，让我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做一个分享。所以我先来一个呃简单的介绍我自己，我是 Amy，是一个孩子的妈咪，呃，现在是新美的四星翡翠总监，然后我也是连续五届的。 金代前乡 Country p o o b 达标者，然后也是八十二届的 Royal D c u e e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呃，我是怎样建立我的养瘦事业的。所以我是怎样建立呢？我就是先从我自己开始，所以先看一下呃，过去我的过去是怎么样来到这份事业上的。我就是因为产后肥胖，然后那时我的体重。 高峰期是六十二 kg，然后因为我想要健康的减脂，所以我就找到了 S H U 养瘦，然后成功减掉了呃十二个公斤，然后同时开始了我这个养瘦市场。然后我是，在二零一八年成功瘦下来的，然后在二零一九年，我是第一次参加公司的 Star t of S D Two Challenge 的，所以那时我是拿到了这个 p f m a Achiever，然后这一个是我在这一份事业上。 拿到的第一个肯定，然后这个奖是直接增加了对我想做好养寿市场的决心。因为在经营这个呃事业的头两年，我的事业伙伴加入呃这里一百八千，他们都是因为看到我个人的改变，然后来找我养寿，再升级成为我的事业伙伴的。在二零一年呃公司。 这一次有这一个 coach challenge，就是教练的比赛，所以那时我想挑战自己，成为更好的教练，所以我是选择了参加这个的 option，而不是瘦身比赛。只是在六月到八月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成交了二十二个新顾客。然后这些顾客他们都是看到呃公司这个比赛，然后很积极的来找我瘦身。然后当然我的呃销量业绩也是提高的。 然后你们看到这里有十位的参赛者，就是他们十个呃进入这个瘦身比赛，然后一共是帮他们减掉了这个九十六 kg 的，然后在他们里面有两个是成功升级成为我的事业伙伴，所以在那时我的团队就迅速的在成长变大了。 来到呃，二零二零年的十月份，我就成功完成了这个三星总监的挑战，就是因为在呃前面几个月，就是六到八月的时候，我是专注在这一个 start of S C t program 的，所以他是让我在十月的时候，业绩是足足翻倍了一倍，所以我就成功就是申请了三星红宝石总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就很专注的在。 呃，把我团队的直属领导都栽培成为养瘦教练，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照片，其实是呃近期就是最近的照片，就是我还是继续和我团队的呃教练们去见他们的顾客，然后一直把他们栽培成为更加优秀或者更加厉害的教练的。然后我的呃团队领导们，他们会在。 复制他们团队里面自己的新养兽教练，然后就是用这这样一代呃接一代的复制。我的第四代呃这一位是我的第四代，就是 Cindy，是来自马六甲的，他也是已经成功的被栽培成为教练，然后也是有自己的顾客群了。然后二零二零年呃我是。 我拿到公司全马认可的，就是一、e、位的 Top Coach。然后在二零二一年，就是我不想要这个荣誉，只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我就想要栽培伙伴和我一样拿到这一个荣誉。所以在那时，我就成功栽培了两个 Coach Winner，也是我团队的总监 k i m b e r l y Gong 和林妮的。然后我也是相信今年在我的团队里面，一定是会有更多的 Coach 可以挑战成功的。 然后这一些都是我团队里面的总监，他们都是因为瘦身而开始了这一份事业。呃，起初就是我团队有呃 j a s l i n 就是现在的三星总监，他是因为呃产后肥胖，然后生下了二胎，他就直接的很快的来找瘦身，然后也是直接拿下了这个 Supervisor，然后加入这份事业的。然后他就在他的事业生涯里面，他就找到了他的现在的三星总监 Kimberly。 然后加入他，Kimberly 也是因为产后肥胖，然后 Kimberly 现在就找到了他团队里面的一星总监 Selinko，然后接着另外一组的领导 Shelly，她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来的，然后她是因为呃停止了母乳，然后开始发胖，所以她那时候也是关注了 SHU 和我这份事业很久，所以就那时她就跑来了找我，就是呃瘦身，然后她是成功瘦下了。 才加入这份事业的，然后现在已经晋级成为二星总监，然后他也是找到他的团队里面的一星总监，来自马六甲的 a n s On，然后接下来我团队里面其他的总监就是有 Katrin、l i n 林 y Chris，他们也是都是属于不同呃肥胖的体质类型，然后他们是来找瘦身，然后同时就是一起加入这份事业，然后现在他们三个也是已经有他们自己的呃养兽团队了。 这除了总监，然后我的团队还有很多经理在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开发这瘦身市场的，一共就是还有呃二十九位，所以连呃东马这里我们我都已经是开始在开发这，所以这些有潜能的经理，我都会呃规划借着这个 SCTO 呃 Star of SCTO Program 迅速的去打开更大的养瘦市场，我都想把他们栽培起来，让他们招募到自己的伙伴。 然后同时前进下一个总监的目标。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两年公司的这一个瘦身活动，就是 Star of SC Two 的这个 program，它的爆发力，所以在公司一公布这一个活动的时候，我的团队就有十七个伙伴就已经是报名想要被栽培成为 coach 了。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已经是行动起来，就是呃很积极的去参与公司的今年的瘦身比赛，还有教练的挑战赛，因为他们都知道说这一个活动和配套，它是可以带来这一个很好的连带效应的。就是第一点就是高曝光率，它是可以让顾客，就是让更多的顾客找到你，然后成为你的会员。有了新会员，就代表你找到了你的新主任，因为很多的客户他尝试过了。 S s U，他看到了效果，就一定会很喜欢，然后就一定会加入，然后升级成为你的伙伴，然后跟你一起继续经营这个事业。然后第二就是销量的增加，都会让你的业绩在八十三和八十四届更加突破性的在成长。就好像我在二零二零年这样，我是就是呃 focus 在公司的这个活动参与，然后。 业绩翻倍，然后我就成功晋级了，成为三星。所以同时就是你的业绩的，除了突破性的在成长，我们是还有新人分数的，就是 RV 七十五八千，再来八十世界还有 Retention RV 二十五八千的。然后就是呃，领导们是可以借力这一个活动，把你团队里面的经理都晋级成为下一个升级，就是一星总监，然后同时去增加你团队的新伙伴。 然后一起完成这一个晋级的，然后经理晋级成为一星总监，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完成可以完成这个 Clubmate 巴黎的挑战。然后透过这个瘦身比赛，呃，就是我看到了这一个呃一年的增长率，就是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的这个对比增长率，我的团队经理在一年的时间他就增长了七十七八线，然后总监他是在一年的时候。 就增长了，就是一年中增长了一百五十八线，所以想要更大的个人突破，这两个活动就是所有的伙伴们就是要一定要全力以赴，你就会看到你设定的目标就是越来越靠近你。所以今晚在这里预祝大家成功，谢谢我的分享到这里。